中国那边李晓鹏在预赛中完成的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开场是四比七八二线，结束是360线，实体360线，很少错，但是打分偏低了，就连十八级被挤出了决赛，这就是遗憾了一点。保加利亚的Jovtchev今天在自由操决赛中，所有选手他们的决赛成绩都要好于预赛成绩，那么Jovtchev呢，在预赛中是排在第二。托马斯打滚360，再接起倒立，再接托马斯。这个地方有0.2，还接着挺身转体1080多，这个地方有0.3的加分。高举腿，你看他做的就是规格比较高一些，比前面几位选手做的这个动作要到位。单腿平衡。肢体后空翻2周，没有站住。